冲呀，棒棒龙向前，不怕危险绽放笑脸，点燃心中火焰。勇敢又强大的队长韦斯，聪明的万能博士汤姆，汤姆惹人喜爱的 Vicky。韦斯，不管怎样都应该将洛奇带上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刚刚那状况你也是没办法，我们马上去救他。洛奇是个坚强的孩子，他会好好坚持的，我们去救他的。加油啊韦斯。哟，谢谢你们。现在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了吗？我是来自宇宙保卫局的火车队长博尔卡。我是队员科迪。博尔卡，科迪，刚刚真是多亏你们了，谢谢。别客气，我们能遇到你们也觉得更有底气了。对呀，只靠我们两个肯定也对付不了刚刚那群坏蛋。对了，刚刚那个叫孔珍妮的是谁呀？孔珍妮是一个专门抓恐龙的坏蛋，我们为了阻止他才一直追到这里来的。这次捕捉到他们来 M25 星球的信号，所以就跟过来了。可是孔珍妮他们为什么要把恐龙都抓走？那个孔珍妮是个非常喜欢收集恐龙玩偶的人。恐龙玩偶跟真的活着的恐龙不一样啊。孔珍妮有一套特殊的装备和机器，她用那个机器可以将活着的恐龙瞬间变成恐龙玩偶，是个非常可恶的坏蛋。什么？我们不可以让孔珍妮这样做，我们赶紧回去救洛奇和朋友们吧。冷静点，就凭我们几个恐怕赢不了他们。如果请求宇宙保卫局的支援呢？他们离这儿太远了，到这里来就需要很长时间。哟，那可不行，等他们来到，被抓的恐龙可能都变成玩偶了。在这 M25 星球上，我们要找到现在马上可以帮到我们的。有没有传说中的恐龙？传说中的恐龙，霸王龙爷爷之前跟我们说过的强大的传说中的恐龙，爷爷说他曾经在危急关头救过恐龙们。是真的吗？我们去哪儿可以找到他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是霸王龙爷爷说菊石爷爷可能知道他在哪儿。住在大海里的菊石爷爷。没错。那我们要找传说中的恐龙，就得先去大海里找菊石爷爷咯。好呀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去海里吧。传说中的恐龙啊！哇，传说中的恐龙肯定全世界只有一只，给我抓回来，想尽所有办法抓回来。是，队长大人。传说中的恐龙玩偶马上就是我的了，想想都觉得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快走开，别随便控制我的身体，你们听到没？哎呀！洛奇，没事吧？没有受伤吧？那其他人呢？火车哥哥们在他们逃出去了。那就好。韦斯哥哥说，他一定会回来救我们出去。是呀，韦斯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们也要想办法帮助大家尽快从这逃出去。没错。我还是第一次去海底探险啊。别担心，你跟着我们就行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对啊，还有我在呢，担心什么呀？走吧。虽然紧张，但我还是要鼓起勇气。大海，我来了。